叶总长得好大这个头啊！我不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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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搞笑了！你们说的，我念给他听，他就笑了。欢迎新进来的家人们，我们点点小赞赞，点点小赞赞，大家不用送礼物啊！笑死我了。小胖哥好可爱，他们说你好可爱。他现在还没有，他现在是单的啊，家人们。你王璐跟我像个情侣啊！这是我们公司员工啊，家人们。小胖哥已经欺负你了。对，家人们和大家聊聊天啊，就是纯粹的聊天，希望大家开心啊。我们点点小赞赞就可以了。嗯，我们今天没上班，今天周末，他们有的加班的来，他们会坐在这儿做一些事情。做完了比较早，我们就先就大家等着一起吃个午饭。肥仔是干嘛的？他是我们公司里面专门搞接待的，就是因为他比较会说话，就比如说外面有领导有那些来，他就会去，而且他还会保护叶总，知道吗？就是叶总去哪里，就是比如说不安全的地方，就他会陪陈叶总，然后就是保护好叶总，知道吗？叶总去哪里了？叶总10:20的时候就走了。刚刚开直播的人应该都知道，看直播的刚才10:20走的，他出差。他出差去了，他11:30的高铁，所以提前走了。好久回来，晚上回来。跟哪个陪叶总去的？你们猜一下，家人们，谁陪叶总去的？一个帅哥陪他去的，一定是小胡。小胡他们两个不会单独出差的啊，家人们。小胡今天是请假了，他没在公司，他有点不舒服，他去检查了。男助理是的。长得就是他男助理很多的，2-3个。今天陪他去的那个的话比较稳重，也是因为他们要去讲课，讲课给别人讲课，然后他们就走了。大师课，他坐高铁坐3个小时了。把花花介绍拿来当叶总助理啊？真的吗？小胡心病了，没有，小胡就是单纯的不舒服。我每天要喝好多水的。你要的水，来给你插点水。你喝这种水其实挺好的。不要，谢谢。姐夫，来，我给你插了，插了我冲上。你一天喝6杯，你都不用吃饭了，在这包间里。喝不到6杯，这个杯子。啊。喝不到6杯。好烦啊！我的杯子。你要不要杯子？我给你倒点水。拿回去了，算了，不要。那边有纸杯。公屏太快了，不要，谢谢。刚刷到吉林直播，欢迎欢迎家人们。欢迎新进来的家人们，点点小赞赞，不用送礼物哟。越来越成熟了，我哪里成熟？我们点点小赞赞就可以了哟。哇，人越来越多了，不晓得，我感觉那个草都过期了。你喝不上，我两瓶。不要，
模拟火车吗？哦。要得，你帮他泡一杯嘛，谢谢了。模拟火车是你们那边的台山个。喂，那挺高的，那起码一米八有没得？有，应该有。嗯。让小胖哥，小胖哥出镜，他去给我倒茶了，他马上帮我把茶倒过来，就给你们看。今天头发很乱，是因为剪了的原因，家人们，不用谢，谢谢家人们的支持和理解，谢谢家人们的信任。小胡他是不舒服，没有得什么病，家人们不要胡说哟。希望每个人都平安健康啊。昨晚梦见你剪短头发，真的。我昨天晚上梦见长红腿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发型难看，土土土，走不出土味。我吗？没办法呀，你可以来改变一下我，我在乐山。如果你觉得我土的话，你可以做一个好事，你来改变一下我，知道吗？我在乐山，家人们。那么漂亮。他们也说我土。那么漂亮的。有老大当他的女朋友肯定很幸福的，挺贴心的吧？可能是吧。可能是吧。不知道直播间有没有喜欢小胖的啊？啊，真的呀，做梦梦见长洪水是这个原因呀。哇塞，真的呀。他说长洪水是有好事要来了。真的梦见长洪水，我昨天晚上做梦，梦到长好大的洪水，然后我妈妈就站在那个河沟里头，然后我就喊她上来，我妈妈就站在那个河里头，我就喊我妈妈上来上来，我说长水了长水了，我就把我妈妈的手叶子抓到起。当时没有涨水，当时说了两句话，那个水就打了我妈妈的脖子这儿了，我就把它拿起来，然后还有叶种一袋，然后叶种给它拿起来，拿起来之后我一抬头一看，然后我的小姨妈就飘在那河中间飘起走了，我心痛死了，然后醒来之后好累哦，感觉。真的呀，那可能是涨洪水，今天有好事哦。那可能是叶总今天出差可能很顺利吧，他确定他今天他们要去讲课。哇，真的呀，欢迎新进来的家人们。咦，你们太会说话了，家人们。今年你说普通话，别说方言，好，我说方言可能你们听不懂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叔叔阿姨哥哥姐们听得懂吗？马上我要过年了，你们没关注的家人们可以点点关注，我到时候过年我给大家直播，给大家直播哟，听得懂呀。小胖，你们看他什么吗？我不能影响到别人，在别人不允许的情况下，我去拍别人的话，好像是属于侵权。谢谢关注，感谢家人们的关注啊！我们点点小赞赞，我们把小赞赞往上点一点。我妈妈多高？我妈妈1.65米。妈妈1.65米。
早上好，家人们。太早了，没好人的。树高马尾，不提小胡。小胡，嗯，问了我妈妈身高，还问我爸爸身高，然后还问我身高，然后待会儿问我妈妈干什么，问我爸爸干什么。我爸妈都是农民，都没干什么的，没工作的，大家不用好奇。没什么好说的，爸妈没工作。视频里面的背影是粉丝阿姨，是的。大头有白头发。有一点点，不影响别人上班吗？都忙完了呀，我们早上八点半我们就差不多过来了，现在都十一点了。尽量，我看一下这里。